云飞，你没事吧？我踩到膝关皮了，摔了一跤。啊，那严重吗？挺厉害的，你过来看看我吧。我进来不太方便吧？我都快摔死了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哦。 等着，我今天晚上就只想做你的女人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
你早点睡吧啊，别想太多。那我挂了。别着凉啊！林飞这么久没来啊？知道啊，我也没见他。哎，没来上班，电话也不接，什么情况啊？哦，对了，他今天不舒服，跟我请假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，不好意思。嘿，你说，昨儿他帮你请假，嗯，今天你帮他请假，啊、嗯，你俩这什么情况啊？你有病啊，她是你妹妹，我跟她能有什么情况？你知道她是我妹妹就行啊、嗯、你可别欺负她，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没事的。哎呀，哎啊，晚上有一客户约一块吃饭，去吗？不去，你知道我不擅长这些事。你去吧，我清高吧你就啊，随你便啊。哎，走了啊，少喝点啊。好，为什么不来上班？心情不好。好好休息。不用你管。说实话吧，我真的是很羡慕你跟海东，你们两个人除了没有房子什么都有了。像我虽然有房子，这林童不是照样抛弃了我吗？小何啊，我也是一个从婚姻的打击中走出来的女人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婚姻，别赌气，受点委屈又怎么样了？你打个电话，打呀，打一个电话又怎么了？好吧。往哪儿打呀？谁呀？谁呀？林飞，林飞是你吗？林飞，林飞，林飞，林飞。没人接，大办公室没人，也许他现在正好出去有事儿呢。打打手机吧，手机总带在身上的。打吧，打都打了。这你说，也就你让我打。哎，
是没人接，看到了吧，向纯，你看我给他打了吧，我是不是整个就热脸贴冷屁股上了？啊？也许他现在正好忙着呢，回头他一定会打过来的。等等，说不定他马上就回过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向纯，哼，你也别替他说什么好话了。海东这人呢，我跟你说啊，个子大心眼小，这个烦死我了。哎，怎么着？你陪我喝个酒吧。哎，你不是让我别喝酒吗？怎么自己又要喝酒了？哎，谁过点感情这一关呢？是吧？真的是你啊。不会来我家住了是吗？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林飞啊，你是一个好女孩。我昨天晚上那么对你，我还会是个好女孩吗？在我心里。为什么不敢承认你喜欢我？我不是不敢，我是不能啊。可我已经爱上你了。知道，等你知道。你等什么呢？等你跟小何姐不再相爱，我等你可以接受我。不是，这不可能啊！什么不可能？不可能喜欢我，对吗？不是，是都不可能。你跟小何的感情出现了问题。这个我能感觉得到。你别胡说。我没有胡说。你不要有思想压力。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我等你也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也跟你没关系。不是，怎么可能跟我没关系呢？我还那么年轻，我等你几年算什么？哟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谁送你花啊？谁送我花啊？这给董雪的，我在楼下正好碰见了，就帮她代收了。哦，哎呦，还没回来呢，什么客户这么难缠啊？嗨，他不是见什么客户，他陪他妈妈办事去了。哦，哎呀，这么多花，嗯，你花多少钱呀？哎呦，看这架势得三四百吧。三四百？哎呦。这抵我十天房租呢。你怎么满脑子都是房子呀？哎，数这多少朵啊？啊，一二三四，十七朵。为什么不是十八朵呀？十八朵吉利啊。哎呀，姐姐你太土了吧。不同的数字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一朵呢代表是一见钟情，这两朵呢是比翼双飞，这三朵呢是我爱你，这九朵呢是长相守，这十朵呢是我爱你十全十美，这十一朵呢是我爱你心意，这十二朵呢就全部都给你了。好好，你等会儿喘口气儿行吗？不是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这十七什么意思不就完了吗？十七意思好啊，这十七我担心我。陈老师，找够了吗？吴总还真问你了，我说你见客户去了，他就什么没说。谢谢。怎么样啊？你陪你妈妈办事办完了吗？办完了。哎，给你的哈。什么时候办事啊？这什么时候办事？说啥？这个送多少朵？我数了，十七朵。是谁送的呀？这个是。一个普通朋友，又普通朋友送十七朵呀？十七朵什么意思来着？什么意思来着？什么那个？
七吗？一七吗？哇，一起吗？和你一起，和你你脸、啊、脸都红了。哎呦，那十七朵就是说两个人要在一起。对呀、啊。